Hello，Hello，hello。
Hello, hello.哎，人生下课了吗？紫萱也进来了，哦。说可以去厕所吗？请先去上厕所，要去先去上，先去上。哦，先去上厕所，你们先去上厕所。然后体头这边的那个，哎，体头，你那个主持人的名字是问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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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没关系，因为我是个神秘的男人。哎，看你你啊，OK，OK，okay, 我看一下有没有草人哦，okay 有二草，不四，过没关系，等他们一下，有人要上厕所那些的。哦，反正好，我会在，我可以给大家等个大概5分钟吧。哦，你等下是从主题四，然后城堡那边直接开始往下哦。哦，主题四开始哦，OK，OK，okay, 对对对，因为我前面都讲完了，对，okay 好。你从主题是差不多开始，然后我再帮你抓人，应该还有谁？我看一下哦。对，怎么好像都到？一如我就这样，进来进来进来，分是，这样几个人？二四六八四十一，少三四个，少谁啊？我看一下。对啊，够强。二四六八十十二，赖香，也进来了，进来了，进来，都进来了，还有吗？二四六八十十二三，少一个谁啊？朋友，朋友，医生组林志平，好像差不多了，好像差不多了，好，那对对对。我们就开始了啊。好，各位同学，你们都听得到哈？有没有一些系统上的问题需要处理的？有的话跟我讲一下哦。有没有要去上个厕所的？有没有？没有。没有哈。那这个我们上课的话，基本上来说会用这个系统上课哦。那如果你们有问题啊，一些需要问的，或者就赶快就直接发问哦。那我们
为了让你们上课的时候的状态可以确保，所以我们会，就是上课的时候会持续会点一些人再问一下问题啊或者什么的哦。那这个原中差不多了，那辛苦你哦，应该就这样就好，你可以先退出会议没有关系，对不对？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好，一些细节的问题，你们就麻烦就是跟元松讨论一下哦。那这个软体是元松找到的哦，那我觉得它的系统很好用哦，然后用起来也蛮顺的哦，最主要是它录影录得非常的好哦，它视觉也是比大家常用的 Google Meet 好用哦。那所以我们之后就用这个来帮大家服务这样。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这个主题吗？看得到哦，可以哦，好。那我们就来开始了哦。今天我们要接下来要讲的是矩阵去如何相乘啊，矩阵去如何相乘啊。那我觉得我们的课今天大概上到12点半之前就好了啊，因为我说真的哈，这个一直上下去啊，你们的精神会比较累哦。那我们大概就上到12点到12点半之间哦，让你们提早下课。这样 OK 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矩阵的乘法，怎么去定义乘法的呢？就是在前面的列跟后面的行去做内积。如果有两个矩阵在相乘的时候，我们是用前面的 di 列跟后方的 dj 行去内积，那我们放在 ij 元的地方。好，来，那我们开始来乘喽。这里的这个矩阵乘法，我举个例子给你们看。前面的矩阵是二列三行的矩阵，好，后面的矩阵是三列二行的矩阵。我们知道横的列指的是行，二列三行，哦，三列二行。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去做这个乘法的动作了。首先呢，第一列跟第一行去做内积，对应的位置相乘再相加，所以呢，第一个数字是怎么算的？一加上负10，再加上负3，算出来叫做-12。那我们会把这个第一列跟第一行的运算结果放在一列一行的位置。再来，第二列跟第一行的数字去算的时候呢，我们会放在二列一行的位置。那这个数字是多少呢？我们看哦。四乘以一叫做4，五乘以五叫做25，再加上-6，哦，所以算出来是几？23，可以吗？哦，再来下一个数字来算哦。这个时候呢，接下来如果是一列跟我们的二行去做内积的话，我们把它放在一列二行的地方。3-14-6哦，我就直接算了哈，会越算越快啊。3-14-6，3-20加-17。再来，最后第二列跟第二行去做内积，我们把它放在二列跟二行，12+35-12是35。那你会发现呢？我们最后算完的结果，它变成一个二乘以二的矩阵，为什么呢？因为中间的这个三跟三，是不是前面的三行跟后面的三列，在内积的时候去合并的呢？对不对？哦，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三跟三就约掉了，一样多约掉了哦，因为我们要内积的话，对应的项要一样多。所以我们就最后得到这个二乘二的结果。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没有。没有哈，好，那这个就是它计算的过程。所以你会发现呢，前面的三行跟后面的三列，前行跟后列一样多才可以去做内积哦。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第一个心得：前行跟后列一样多才可以相乘。基本上，因为内积，我们对应的项要一样多才可以啦，好不好？哦，那接下来的话，给你们一点小时间哦，看你们有没有一些白纸哦，可以拿来去计算。那你会发现，这里
二跟二对消掉以后的结果，会得到一个三乘以三的矩阵。那你们来试写看看，好不好？好，给你们1分钟哦，自己稍微写看。哦，第一列第一行放在一列一行，二列一行放在二列一行，三列一行放在三列一行。所以最后经过运算完，我们会发现这里哦，第二个答案会是一个三乘以三的矩阵。好，给你们1分钟写一下哦。那我们来对一下我们的练习啊。第一列跟第一行去内积，放在一列一行，一加12叫做13。二列跟第一行去内积，放在二列一行，五加28叫做33。来，再来，三列跟第一行内积，负一减八等于负9。OK，来，一列跟二行内积。负二加15等于13，哦，再来，二列跟二行去内积，负10加35叫做25，再来，三列跟二行内积，啊，二减10叫做负8，再来，一列跟三行内积，三减三加上18叫做21，再来，二列。跟二行内积，15，哦，加上42，叫做57。最后三列跟二行内积，三列跟三行内积，不好意思，我刚口误了哦。那这时候负3减12叫做负15。你发现了，这个留下来的是前面的3跟后面的3，得到一个3乘以3的矩阵。因为我们计算有顺序，所以你会发现哦，如果你们眼尖的话，可以发现其实这两个矩阵是对调顺序的运算。那你会发现，因为我们是用前列跟后行的内积去运算的，当做矩阵的乘法哦，所以呢，两个如果交换位置的话，它并没有办法怎么样一样哦。矩阵的乘法，请记得它是没有交换律的哦。好，那再来你会发现，我们在相乘的时候，哦，我们来看一下心得二哦，这个 A 的 m 列 n 行矩阵跟 B 的 n 列 r 行矩阵，这时候运算完，我们发现了中间的 n 跟 n 会被合并掉，剩下的结果会得到 m 列跟 r 行的矩阵。好，这是我们刚运算的结果哦。到这里 OK 吗？到这里 OK 哈、哦。诶，Hello，回应可我以，一下，可可以以。哈、哦。我会有很多 spot check 哈、哦，因为这个网络课程，如果你们就是一直讲一直讲的话，基本上很容易会，你知道，就不知道在干嘛了哦。所以我们会有很多 spot check 啊、哦、stop check，那你们就稍微的回应我一下，简单的回应一下就好了哦。那第三个，我请你们自己练习，哦，这个稍微的算一算，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位矩阵。单位矩阵是一个特殊的矩阵哦，就是基本上不能叫矩阵，应该叫方阵哦。像这种1001这种就叫单位方阵。那如果是二阶的二列二行的单位方阵，我们就写 I2。那再来。如果是 I3，代表是三列三行的单位方阵，100010001，可以吗？那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哦，如果它可以交换运算的话，AI 跟 IA
成文是相同的结果。哦，那我举个例子好了啊，好，例如说100010001，我们去乘上这个1357负一负二，来，这是三列三行的矩阵，这是三列二行的矩阵，我们来乘乘看它的结果吧。来，乘一次给你们看，就会有感觉了哈。一，五，来最后负一，一列二行，好，三。对不起，二列二行，七，三列二行，负二。你有没有发现哦？乘完还是自己哦，只要它可以乘的话，单位方阵哦，乘上任意的矩阵，都还是任意矩阵，可以吗？哦，好，大概是这个样子哦。那另外呢，哈，如果它可以乘哦一个方阵来说，假设 A 是一个方阵，那这个时候 AI 跟 IA 都会是 A 这个自己本身，那单位方阵的 n 次方还是自己，你们可以想象所谓的单位方阵哦，这个英文叫 identity matrix，它就代表很像数字的一样，哦，这数字的一样，好。那这个讲到这里哈，定义完了这个矩阵的乘法哦，那接下来我们要去验证一些事情哦。首先呢，矩阵的乘法它是由内积去定义的，这件事情 OK 吧？它是由内积去定义的哦。那所以说呢，这时候会有一个很有趣的特征，它会有分配律，没有交换律，但它有分配律哦。那我们利用这个分配律的练习啊，顺便让大家去熟悉这个矩阵是怎么去运算的啊。来，首先呢，这个我来算这个 a 加 b 再乘以 c 这个结果啊。来，a 加 b 5438，再加上1234，只要这个行列数一样就可以相加。我再乘上 c。3812，前面合并完是多少呢？叫6662，再乘上3812。哎，那你们自己乘一乘，哦，就可以知道它的结果会是多少哦。那另外呢，你们把 AC 跟 BC 哦，把它写出来以后，去算 AC 加上 BC，哦，那你会发现哦。这两个矩阵的结果会是一样的，这叫做矩阵它有分配律，哦，矩阵它的运算是有分配律的，那基本上来说，内积本身也是有分配律的嘛，对不对？所以说你应该这个东西可以自己稍微的想象一下，好，我算一下好了，好不好？18加6叫做24，18加6叫24，哎，不是不是。十八，有人跑进来。18加6是24啊，那这个十八加上12等于30。好，那再来，我们继续算了，48加上七个，四。48加12加60，先等我一下，我的手机在震，有没有这么震的？重新，来继续哦，这48加24加72，这样 OK 吗？24、30、67、72，那后面这三个这个希望你们可以自己再把它练习一下，那你最后会发现呢，这两个算完会是相等，这叫矩阵有分配律。有分配律。
哦，这个自己回家，在家里的话，可以自己稍微练习一下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延伸演练啊。我们设 M 是一个三乘以二阶的矩阵，三列二行。那 M 乘上2000叫做135000，M 乘上0003叫做00246。那我们试求 M 乘上2003的结果是多少？那同学，这个题目基本上是不是就是用来讨论我们的分配率的过程，对不对？我们知道 M 乘上2003，它可以看成 M 乘上什么？2000再加上0003，对吧？这是矩阵的分配率嘛？就像刚刚写的一样啊，把这两个矩阵用加法去拆开来，把这个矩阵用加法拆开来，那这时候把 m 分配进去，就得到 m 乘以2000，再加上 m 乘上0003，算出来的结果就会是这两个相加的结果，135000，再加上0000246。那合并完就会变成135246，这样 OK 吗？这个就是利用这个分配率去计算的过程不能交换，但它有分配率上面写一下好了没交换率。这个运算这个都有点长那你们自己在算的时候稍微就多一点耐心去计算就好了。大概是这样子那第二，我希望你们就自己做那需要提的是矩阵这个叫什么率？这叫做结合率矩阵它有结合率，它没有分配率，它有交换率基本上这三个交换率、结合率、分配率矩阵是有这个分配率跟结合率的，它不能交换就这样而已。好，OK，再来这个第三也练习一下，同学，我希望你们自己乘乘看第三，你们可以引导到一些比较重要的结论所以请你们拿一下纸笔去乘乘看。那我大概1分钟以后会跟大家讨论这个东西。我去上个厕所。好，这个小弟回来了你们有没有乘了？乘过了吗？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因为我们这个基本上来说，矩阵的乘法是由这个内积去延伸定义出来的，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乘出来是零的话，原本不一定为零。内积本来就是这样嘛，内积为零，原本两个向量不一定会是零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a 乘以 b，a
一四二八，去乘上四负二负二一。好，那这里是几嘞？诶，零，16减16，零。这我设计过啦，哦，零，负八加八也是零。你有没有发现它的结果是零零零零？乘完零零零零以后，但是两个矩阵未必为零。哦，另外的哦，顺带一提的，给你们看一下 BA 是多少？BA 是四负二负二一乘上一二四八，总之。我要给你们看的就一件小事情，哦，乘第一项就有了哦，哎，是不是的确没有交换率？乘起来是零的时候，它也是没有交换率的哦。好，可以哈，好，哦，所以第一小题我们去比较这个东西，如果是数字的话，哦。a 乘以 b 等于零，那这个时候 a、b 间必有一个零，b 至少一零嘛。像我这样想了，a 等于零，或者是 b 等于零，可以吗？好，在第二小题。看得出来哦。那再来我们继续往下哦。A 叫做一一一，好，第二小题。B 叫做2332，C 叫做5005。那我们来乘一下 AB 跟 AC 去比较一下它的结果啊。来，1111乘上2332。哇哦，算出来是5555。哦，来，这个可以算第一列第一行，哦，第二列第一行，第一列第二行，第二列第二行，哦，算出来是5555。再来，1111乘上5005，哇哦，也是5555。我自己乘了，你发现什么事情？你发现什么事情？这时候在矩阵里面都没有零哦，这里面都没有零哦。这时候如果 AB 等于 AC 的时候，会有什么现象？B 不一定会等于 C。不一定会相等哦。但是数字一样去比较一下数字，在数字的范围里面，你会发现如果没有零哦，A B 相乘等于 A C 哦，那这时候 A B C 都不是零，那这时候 A 是绝对可以约掉。这时候会得到 B 等于 C 的结果，哦，所以这个数字啊，跟这个矩阵它的特征是不一样的哦。那请你们记得这件事情。好，会不会太快？同学会不会太快？还 OK 吗？大家还 OK 吗？可可以以，哦。好，你们现在学校教到哪里啊？一阵，你们学校讲了？三元一次联立方程。哦，没关系哦，那你们就稍微慢一点点，就真的一点点而已。哦，那那边完以后矩阵应该也不会到很难学哦，哦，所以应该是还 OK。好。嗯。那这个后面有一些加强演练，我建议你们可以自己稍微的写写看。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啊，我觉得第四蛮经典的啊，第四蛮经典的哦。第四跟第五，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这时候他是用这个代数的方式去把矩阵描述出来。他说：“aij 三三哦，i 列这一行哦，三列三行的矩阵。好，那 bij 三乘以二代表 b 是一个三列二行的矩阵哦，而且呢，aij 等于二 i 加 j，bij 等于 i 减二 j 减二。那这个时候呢，c 矩阵呢？”哦，会等于 AB 哦，它会等于 CIJ 三乘以二。要问其中的 C 三二三列二行相乘的结果是多少？好，这个怎么算？第一件事情是说啊，哦，我们知道经过相乘，C 是由 AB 相乘组成的，你并不需要把整个乘出来，你只要其中的一个圆就是三列二行那个位置的圆而已哦。那像矩阵这里哦，我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的想法，就是说，当你看不懂的时候，先把矩阵大略的画一下。，A 是一个三列三行的矩阵，B 是一个什么？三列二行的矩阵。乘完以后会得到一个 C 矩阵。一样是一个三列二行的结果，哦，这个三三给约掉。那你要的圆是在三二的位置。那我们知道 i 列跟 j 行去内积会得到 ij 圆，前面的列跟后面的行去内积会得到这个位置。所以我们要算的地方是不是只有三列跟二行的地方？只有三列跟二行要算了。好，那这里的话是多少？三列一行，三列二行，三列三行。后面的 b 呢？b 二一，b 二二。哎，不是，写错了。一列二行，二列二行。三列二行，可以吗？哦，那我们有这些竹标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把 aij 跟 bij 算出来了？哦，那因为这个我们没有在现场啊，所以我这个每一个步骤会稍微的再帮你们写的慢一点哦。那希望你们可以跟上我的运算哦。来，a 三一二乘以三加一。叫做七，a 三二，a 三二，二乘以三加二啊，前面这里放 i，后面是 j，六加二叫做八，完了 a 三三就是九，来 bij，i 减掉二 j 减二，一减二乘以二减二是多少？一减六叫做负五。b 二二，二减四减二，负四。b 三二，三减四减二，叫做负三。所以七八九跟负四、负三去内积，就可以得到这个位置的结果。哦，那我们的 c 三二就等于七乘上负五，再加上八乘上负四。最后再加上九乘以负三，到这里 OK 吗？好，那你们就自己把它算出来哦。哦，这题目稍微的难一点点哦，那给你们稍微的看一下哦，给你们看个30秒哦，稍微看一下，我喝个水啊。你们在家有没有运动啊？哎，这个。如果你们比较没有在外面活动的话，记得在家里还是要做一些运动哦。这个我觉得啦，如果男生哦，你们可以稍微的做个波比跳哦。
其实早上做十个，中午做十个，晚上做十个。说真的哦，就维持你们的体能跟身体状态就会比较容易。我是这样蛮推荐的哦。那这个女生呢，可以做那个，如果你们不想做得太累，流太多汗，你们可以做那种抬腿，你知道吗？就是身体平着这样，这样子哦，让你们的核心呢、或身体有稍微运动到哦。这最近如果比较难出门的话，很多人就是会在家里融化哦。那这个我建议你们真的还是要动一动哦。我知道有人的体育课老师好像会叫大家就是开视讯做瑜伽，那我觉得也不错啦。可是瑜伽就太累了哦，而且男生应该比较不会去做瑜伽。我觉得练个波比跳啊，或者在家健身，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怎么做哦。我最近是有瘦啊，我最近是有瘦，很奇怪哦，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你知道，就是我只有工作的时候会来补习班哦。最主要是因为第一个我们这边没有人了，我们这边的法规上不能开了哦。那我就是单独来这边工作而已哦，所以学生基本上。就是我们就在家里这样开会，这样用会议来上课哦。那回家的话，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哦，所以我发现我这样一个礼拜就瘦1公斤。对啊，那当然我平时有在运动啦，虽然看起来我没有那么想爱运动，但是我是有在运动的。对，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有运动的话，心情跟体态都会比较顺哦，所以希望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例五啊。某个果园啊，出产荔枝900斤，啊，龙眼1000斤，啊，西瓜2000斤，已知 A、B、C 株四个市场啊，批发价如下。那假设有果园运往 A、B、C 株的四个市场的运输费相等，那我们应该要将水果运到哪个市场的获利最多？那你们记得在乘的时候要把单位对齐。好，你看哦，这个时候呢，我们来 A、B、C 组一个表格。哦，基本上就是一个矩阵哦，矩阵就是表格，表格就是矩阵。好。那这个荔枝龙眼哦，画一个眼睛代表龙眼哦，西瓜哦，melon 哦，西瓜 water 代表 watermelon 哦，西瓜 watermelon 哦，好，那分别的价格运送到市场的价格，他这样写，好。那你这时候写完以后，再来要怎么算呢？你要记得，你既然画了表格以后，再来，你有三种水果啊，分别是荔枝、龙眼跟西瓜。那你相乘的时候，当然要记得，就单位跟单位要碰到一起。那你看哦，我们在矩阵的运算是前列跟后行去运算，所以我们必须要荔枝碰荔枝。龙眼碰龙眼，哦，再来西瓜碰西瓜，这里应该是放900、1000跟1200。那你这时候 A 的价格乘上这个位置，是不是可以得到 A 的总量，A 的总金额？那 B 的，shit，没有，同好。B 的跟他去算，就会得到 B 的总金额，C 的跟猪的总金额，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四个市场的总金额算出来了。哦，那这个你们稍微的算一下，好不好？哦，自己练习看看。请坐一下啊，请坐一下啊，这个自己把它写一写哦。那这个题目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说，在一些应用题的时候，你画出矩阵，在做矩阵的相乘时，请记得你们的前列跟后行的单位
有没有？哦，要做一个去对应，哦，对吗？哦，对应去乘，你们才可以知道算出来结果会是怎么样。那基本上来说，这个矩阵哦，四列三行乘上三列一行，最后它得到是一个四列一行的矩阵，分别代表的是每个市场的获利总额。哦，那就这样子哦，你们自己稍微的算一下。今天我们的笔记会上去哦，那影片也会上去。那希望你们自己哦，回去把一些我们希望你们自己算的东西算一算。然后呢，我们这个上完课哦，基本上来说，我们都会出一些小作业给你们写哦，让你们加强印象哦。那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们现在不方便印讲义啊那一些的，我觉得就是上课认真听，然后呢，这个适当的去做练习。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去协助你们这个提升你们学习的状态哦。那另外，我觉得就是说，专心的听讲，重点稍微的记一记，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好的哦。其实很多时候上课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老师是蛮希望你们专心听哦。那听一听以后，重要的地方稍微画记一下，加深印象而已。我们不是说希望你们雕琢一份很屌的笔记出来哦。这个东西哦，如果你们要写笔记，通常应该是上完课后再整理的哦。所以这个，我希望你们上课就认真去看我们在写什么哦。那重要的地方稍微的写一下，我觉得对你们的学习是会有帮助的啦。好，那你们这都自己乘了哦，这个每个分别去内积就可以得到结果。OK。哦，这边有一些运算。这个是矩阵乘法的一些性质，哦，矩阵乘法的一些性质，这个第一件事情是 A、B 先算完再跟 C 算，会等于 B、C 算完再跟 A 算。那同学，这边的矩阵乘法的性质哦，它基本上来说都是可以列出来，一个一个算过以后就有感受的哦。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有一些东西可以自己稍微的写一下哦。那这里大家都有整理过哦，那我们这个看一些比较常见的性质哦。好，再来是分配率，哎，分配率它都有。再来系数可以提到前面去。啊，最主要的就是矩阵有这些性质以外，但矩阵不具交换律。哦，不具交换律，哦，矩阵不具有交换律。好，那 n 阶方阵的乘积哦。他说设 A 是一个 n 阶方阵啊，k 是整数啊。如果是方阵的话，a 的 k 次方就是连成 k 个那对于所有的这个方阵，你都会发现呢，这个它都跟数字一样，可以这样整理运算。好，那这个第六个啊，如果两个矩阵。哦，乘完以后再转至，那这时候你会发现了，它的运算结果会等于 BT 再乘上 AT，AB 乘完再转至，会等于 B 的转至再乘上 A 的转至。好，那这个我会建议你们自己亲自算一次，就会有感觉的哦。好。陪你们算一下好了哦。来，二乘二乘二乘二得到的是一个二乘二的方阵。第一列跟第一行去乘，哦，这个六加三就是九，21，三加一加四，再来最后一个，二列二行这七。你转至这个行列互换，就变成94217。哦，好，
那这是我们算这个 AB 相乘再转置的结果，这就是 ABT 嘛。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BT 再乘上 AT，来先把它转置哦，2131再乘上3107，诶，九。这边是四，一列二行21，最后二列二行七。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就可以用矩阵的乘法验证出这件事情？相乘的转置等于 BT 乘以 AT 啊。好了。那矩阵不具有的性质，我也有整理哦。刚刚只是先提一下而已哦。其实下面都有写哦。我们来看一下，矩阵不具有什么东西哦。注意，交换律不一定成立哦。然后呢，如果相乘相等的话，B 等于 C 不一定会相等哦。这前面都有练习过了哦。那你们自己可以稍微再感觉一下。多项方程式求解的方法不一定能用在矩阵里面去算哦。还有 a 的平方等于 o，那这时候 a 等于 o 是不一定会是对的哦。同学，我强烈建议哦，你们这个有的性质跟不具有的性质，尤其是不具有的性质哦，你们可以每一个拿来乘一乘、算一算哦，顺便当做你们的一个加强练习哦。好，那另外的是平方等于零的话，原本不一定是零矩阵。好像这种矩阵，零基本上零如果偏多的矩阵哦，通常会有一些奇怪的状况，越乘越多零的状况哦，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还有二项式定理不一定成立啊，为什么？因为矩阵没有交换律啊。哦，来，a 加 b 乘上 a 加 b，在一般的写法的时候，应该在矩阵里面哦，应该会是 a 的平方。加 AB，加 BA，我用分配律去算哦，再加 B 平方。一般的矩阵哦，不是说特殊的矩阵，这两个可不可以合并？这两个是不相等，所以我们不能说它可以合并哦，除非怎么样？AB 等于 BA，它可以交换相乘。如果它有交换律，我们就可以用乘法公式嘛。如果相等的话，它就可以用乘法公式。这样 OK 哦。二项式定理基本上就是乘法公式的展开啦。哦，那我们要记得的是说，如果没有交换律就不能合并，那不能合并就不会有乘法公式的展开。可是有一些特例，例如说单位矩阵，单位矩阵会有交换律。哦，单位矩阵会有交换律。哦，不要写矩阵啊，单位方阵哦，单位方阵就有交换律。好，那你要小心一件事情哦，这个我不是故意这样写的哦，AI 等于 IA。这句话啊，单位方阵的确是有交换律哦，可是你这样子写其实不是很精准哦。最主要是这两个单位方阵有没有一样，是不一定的，因为我们 A 是一个任意的矩阵哦，A 是一个任意矩阵哦，它只是说这个 AI 跟 IA 乘起来都还是 A 自己本身。可是你要注意哦，在这一个式子里面写的 i 不一定是一样的矩阵哦。我举个例子好了，二三四一二五，你要小心这个定义是很重要的。像这里乘，如果要乘右边的话，这是二列三行的矩阵。那我请问你，这右边要乘的话，它的单位矩阵是不是要是三列三行的？可以吗？但是如果你要从左边乘的话，
二列三行的矩阵，从左边乘，只能是用二列二行的矩阵写。所以说你要小心，你如果单纯的这样写的时候，哦，这样写并不是非常的准确。到这里听得懂吗？回应我一下。听得懂。听得懂哦，好，可以哦，可以就好哦。这个是小重要的，就是你们要确定你们在乘的时候到底是矩阵还是方阵。这题目我说真的哦，在这个去年的模拟考里有出现过哦。在乘的时候要先确定，先 make sure，在算的时候是矩阵还是方阵。只要其中一个是方阵就可以吗？基本上，如果 A 是方阵，你这个式子就绝对不会有问题，可以吗？可以。哦，好。那如果 I 是方阵，也是可以。I 是方阵，可是 A 如果是矩阵的话，这时候这两个 I 会同阶吗？哦。我觉得不同阶哦，对不对？哦，所以你要小心。哦，如果 A 是我这样写好了哦，在这个式子里面，如果 A 是矩阵，这样写啊，A 非方阵啊，那这时候阵，看这个字好难写，阵这时候就 I 就不同阶，哦。好，但是这个乘完都还是自己啦，哦，都还是自己啊、哦。可是如果不同阶这样写就会有问题了啊、哦，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们在看交换律的时候，你们在看交换律的时候，这样写不太准确啊、哦。啊，这样写啊，不好意思，我们改一下、哦、我们要讲的东西，我们就假设 A 是方阵好了。才可交换，这样写就比较保险了哦。A 是方阵才可以交换哦，因为方阵的话，在交换的时候，I 才可以确保它是同阶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可以哦，这样可以哦。好，这个蛮重要的，所以我今年特别就是多花时间来跟你们讨论哦。如果方阵，它才可以说是有交换律哦。好，下面有一些应用哦，下面有一些是非题哦。那我们快速来看一下。那同学，这个我们打个商量好不好？这个我希望今天的课程的话，教到什么时候呢？我们教到矩阵乘法的第，我看一下二三页教不教得完。好，我今天希望可以就是提早下课啦。一个是说，我怕你们这个精神会不好，因为早上这样的课程，我怕你们一直看的荧幕会比较累哦。可是因为今天就是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有拖一点时间掉，所以我们应该会是在12:20左右下课，好不好？同学可以吗？可以吗？可以。那上网路的课程的话，会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个礼拜这样上课的结果，第一个是我们的速度会稍微快一点哦。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如果对你们在这个用会议上课的时候，你们只会听到我一个人的声音，那这样我的语速可以比较快。讲话的速度会稍微快一点，那第二个是你们一直盯着荧幕的话，精神会状态会比较容易 decay，比较容易下滑，所以我们希望哈，我们下一次的目标就是9点半，大家尽快的整队好，然后我们尽快的上到12点就给你们下课，好不好？我们调整时间到2个半小时，
那我们也会顾进度了。好，如果要稍微多啊或少时间，会跟你们再讲清楚。好，那这个是非题，我希望你们可以自己写写看。好，那基本上来说，通常不合的，就是看定义或去找反例就行了哦。这里面只有几个东西比较小，需要注意的是第十个选项。哦，第十个选项。那我会跟你们对哦，我希望你们自己去试试看哦，找找反例哦。那这一题的话，这个我们到时候会跟你们去对，我会把笔记再写给你们哦，自己先做。先讲哦，十是错的哦，那你们要去想为什么它是错哦，那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难想哦，前面基本上都有尽量写给你们的哦。好，第二啊，第二的话，这个直接跟你们讲这个特征就好了哦。其实如果在这个主对角线有数字而已的话，那你会发现呢，第一小题可以得知 a n，我们先从小开始算啊，a 的平方是多少？300040001，再乘上。300040001，你会发现三跟三才算得到，四跟四算得到，五跟五一跟一算得到。那其他位置是不是都是零？这样 OK 吗？哦，那你们自己可以稍微的再确认一下这件事情哦。那你会发现呢、啊，自己算算看，a 的三方经过计算，哦，它会等于三的三方零零零四的三方零零零一的三方。当你的数字哦，除了主对角线以外，其他都是零的话，这时候它的 n 次方会表现到哪边？会表现它在它的主要对角线上，这一条叫主对角线哦。其实你自己乘一次，这件事情是蛮明显的哦，所以这个我就稍微讲快一点。那第二小题哦，这边笔误一点，这个第二小题。你要去证明它的话，哦，那你要注意这个次方是正整数啊，所以这个题目可以用数学归纳法去证。我先跟你们讲一下哦，只是这个数学归纳法证明，我应该是再写给你们就好，因为它的特征你们自己乘一乘以后会很明显的出现，我想应该可以很容易的感受到这件事情啊。好，再来23页。23页的例三哦，例三的第一小题，他说啊，设矩阵 i 是一个二阶的方阵，a 也是一个二阶的方阵，那 i 是单位方阵哦，那我们这时候要用 i 来表示 a 的三次方啊，那这时候你第一个会去想 a 的三次方到底是多少？来。a 的三次方，先去算 a 的平方，零负一零负一，不是写错了哦，零负一一负一，来乘一下吧。第一个去算，哦，叫做负一，哎，二列一行，负一，一列二行。一，二列二行，零，OK 哦。你这10页去乘，去把平方算出来，变成这个样子。哦，对，没有错哦，负一加一是零。哦，我稍微的简单验算一下啊。好，
那你要去上 a 的三方，就等于 a 再乘上 a 的平方，就变成了零负一，一负一，再乘以负一，负一，一零。好，那这时候会是几呢？Oh fuck！一零零一。哇，a 的三次方会是一零零一耶！哦，同学，这件事情非常有趣哦。如果以前国中哦或高中算出来，x 三次方等于一，这时候 x 都会等于一。但是矩阵不有没有这个性质哦，因为矩阵的乘法是由内积产生的，你会发现会有各种奇怪的事情发生。我、哦、要尽量去找反例去观察哦。好。那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 a 的三次方是不是就等于 i？那 i 就是单位矩阵，它有交换律，而且你要注意哈、哦、，ai 等于 a，任何数乘以单位方阵的话都是任何数、任何方阵哦。所以第二小题就很好算了。我们知道每三个会变成一个 i，都变成一个单位方阵，那101。可以看成有33个哦，这里99个的，还有 a 的平方，就等于 i 乘以 a 的平方，也就是 a 的平方。那 a 的平方是几呢？刚刚有算过嘛，对不对？你也可以自己再算一次，去验证一下单位方阵的威力哈、哦。那你从这里算出来。它的结果一样是负一负一一零，好，这个就是我们的立三的问题啊、哦。好，你稍微看一下，因为我们从这边101次，我们绝对不可能一个个算，是不是去找规律？那我们从这边就知道，由前提知道每三个 a。是不是可以换成一个 i？所以我们就每三个三个一组，把它换掉，再去往下算就可以了哦。有的时候像这种高次，这种高次的问题啊，就先乘一乘再找规律。会比较好算。好，下一题有点难哦，所以我在考虑到底要不要算完。我想一下哦，你们会很想下课了吗？还是还好？因为下一题有点难，我会讲比较久。哦，那我们先讲一次啊，如果你们觉得卡卡的，我们就这个下个礼拜再讲一次。这个题目蛮麻烦的哦，要多写一点东西。那这个立式在讲的要讲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要把笔记哦的东西马上的写一些东西哦，像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二项式定理哦，你们可能要自己稍微的用动笔复习一下哦。那这个等一下讲完应该就下课了哦。那在下课之前再跟你们讲一下哦，请你们这个上课哦，如果这个可以的话，就拿个纸笔在旁边动手去把它写一写，好，有一些东西写一写就好了。反正我们的笔记都会传给你们哦。那这个如果我们出了作业，那希望你们就稍微的练习一下。你们不一定要把它印出来，你们可以把它投在荧幕上哦，每一题做一做看，做做看。哦，那反正我们解答会给你们。你们自己对，好，把它对一下哦。出这些练习是为了确保你们这个学习的吸收状态，并不是说干我要给你们打分数哦。基本上来说，就是希望你们可以这个确保你们学的会顺畅而已啦。哦，好，那我们来看例式，
这例示哦，是一个蛮大的题目哦。那希望你们这个回去的时候，我们等一下笔记传给你们的时候，可以再稍微看一下。我们要把 i 加三分之一 a 的八次去展开，化为用方正 a 跟单位矩阵 i 表示出来的形式，并且我们要求 i 跟 a 前面的系数是多少。好。在写这一题之前呢，我们先复习一下这个二项式定理，不用抄，听好就好。来，x 加 y 的三次方，它代表的是 x 加 y 乘上 x 加 y 乘上 x 加 y，那算出来叫 x 三次加三 x 平方 y 加三 yx 平方。哦，对不起。加 3xy 平方，再加上 y 的三方，这个是叫做二项式的展开嘛？哦，这里面只有两个项而已。那其中的 3x 平方 y 是怎么出现的？我们发现有三个括号，这个括号里面要不是取 x 就是取 y 哦，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如果讨论 x 平方 y，我们利用 y 去看的话，可以前面取一次，中间取一次，后面取一次。我们在以前数学里面叫它的系数 C3 取一。哦，C3 取一。哦，所以我们就知道，你就看后面是几次方，就是在括号里面去取几个。那我们知道 C3 取一，因为 y 可以选的方法有三种，所以这个项在数值里面会出现三次。合并起来，它的系数就叫 C3 取一。好，那讲了第一段以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如果是像这个题目是八次的话，怎么列呢？x 加 y 的八次，第一项叫做 x 零次。不是，不要了，从这边开始，从把 y 用生命展开，x 八次 y 的零次，你这乘的是有八个括号，里面再乘，要不是选 x 乘，要不是选 y 乘，最小的项是 x 八次 y 零次，再来 x 七次 y 的一次，一直加到哪里？x 二次 y 的六次。x 一次，y 的七次，x 零次，y 的八次。那它的这个前面的系数是多少呢？x 加 y 的八次代表有八个括号。首先，你第一项在八个括号里面选零个 y，哦，一个八个 x。那 x 七次 y 的一次代表是在八个括号里面选一个 y，七个 x，一直到后面。这就是以前学过的二项式定理嘛，对不对？哦，那你要记得哦，你们是用生命排列的话，你这个六是跟下面的六一样的，七是跟下面的七一样的，八是跟后面的八一样的。哦，这就是二项式定理的展开方式。好，因为我们这个是八次的式子，我就直接给你们看这个。那接下来第一件事情，哦，希望你们稍微的这个抄起来啊，当做一个小小的回忆啊。那第二个，你在展开的过程里面，这里是有 i 跟 a，我们知道单位方正会有什么特征？iA 等于 ai，它有交换律，有交换律就可以用乘法公式的合并，所以说它可以使用二项式定理展开。那第三个是说啊，这个 a 会有很多次方的整理，我们来观察它的特征。a 的一次叫做一一一
一，那 A 的二次是多少？一，再乘上一，乘一下吧。第一列第一行算完就是三，第二列第一行也是三，依此类推，每一个项都是三。所以会发现呢，它叫做三 A。我们每合并一个 A 的相乘，会多出一个三，哦，所以以此类推，A 的三方等于 A 乘 A 乘 A，合并完多一个三，合并完多一个三，它会变成几？三的平方 A。因为我们知道每两个乘出来是会多一个三。所以来，这两个乘会多一个三，哦，再乘会多一个三，多两个三相乘得三的平方 a，哦，所以依此类推，a 的 n 次方有 n 减一个乘，哦，所以变成三的 n 减一次方再乘以 a，每合并一个就会多一个三，哦，每合并一个就会多一个三，所以我们会发现 a 的 n 次方。我会等于三的 n 减一次方再乘以 a。哦，这个题目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好了哦，因为我觉得你们有这三个东西不一定记得很熟悉哦。那希望你们这个下礼拜我们再讲一次的时候，你们会比较熟练这个二项式定理这个地方。我们这边还是重讲一次了，我这本来就要多讲几次哦。那下一次的话，我们就会从这个例式开始往下讲，哦，好，这样 OK 吗？Hello，我就先讲到这里好了，好不好？你们二好。项式定理应该不太熟哦，所以这个，这我会再帮你们再复习一下二项式定理哦，也请袁松再帮你们稍微讲一下二项式定理哦。那我们再往下讲，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哦，各位同学辛苦了哦。今好，天就上到这里哦，然第二个。后我们这个下礼拜的话会从这一题开始来讲哦。好，那就先这样咯，拜拜。这样 OK 拜。吗？对。同学可以先上到这里吗？可以可以，OK。哈，可以哈，好。好，哎，看我到。问一下，甄姐你们现在上哪边？这里教完了。哦，自己教完了。哦，好，没关系哦。没关系，因为我们这样速度也没有很慢哦，所以上到这边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哦。那反正我们下礼拜的话，就会往下继续往下教哦。乘法教完以后，反矩阵啦、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那个马可夫矩阵的运用哦，跟这一些近似跟变换哦。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好了哦，各位同学辛苦了哦。那下一次的上课的话。请大家这个准时整队哦，大概9:20到30之间就可以先进袁松的房间哦，然后我们就可以快速往下讲。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各位同学辛苦了，拜拜。